这个到后期的颜色状态会比这一颗要快很多，因为这一颗比较包一些哈，这一颗它会比较包一些。是母北吗？母北我有一颗大的，母北这里，母北在这儿，这个是1000多的，母北在这儿，这一颗是1280的，母北是这一颗，这颗比较大，对，这颗就要换个大盆，这颗要换个大盆儿。我跟你讲，玫瑰夫人出状态真的很漂亮。我当时不应该把那颗模特换掉，但是那个小姐姐当时的话，她是刚来我们家，她当时是刚来我们家，然后她就非要我那颗母北，然后全状态，而且控得已经是弹性特别重的那种。这一颗就要用这个盆，这个是1280的，刚才的那一颗呢，反正你们要大气的，你们就来这一种的。可是我还蛮喜欢那一颗，说真心话，我不会说这颗贵我就推荐给你。如果没来之前考虑，对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品种你买小的那颗698的那颗就可以，这颗1280的没必要。为啥呢？因为没来之前我挺喜欢这一颗的，我喜欢这颗的造型，我喜欢了这颗的造型。欢迎我家萍姐，我家萍姐，你又把姐夫使唤的团团转的那种哈。我来了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眼，这个好看哈。这里不用管它，这是枯叶子哈，这是枯叶子，不用去管它。你要整的话，你整这颗698的，这颗放到你台子上是会非常漂亮的哈。就是要修一下枯叶子，要行有行，我给你来远一点，要装有装哈。我跟你说，没回来那颗之前，没回来这两颗之前，我会推荐给你那颗1280的，但是回来以后我反而推荐这颗698的，因为这颗够大，然后型够好看。嗯，这颗型比较特别，因为玫瑰夫人很少有型种到这样，一般都是像这样群生的种。这颗是要悬崖有悬崖，要庄子有庄子哈，要庄子有庄子，不用换盆。758带盆。798。758。698加60嘛。758哦，对，带盆是750，758是不是？758。不带盆是698，不带盆才698，带盆是758，对。带盆的话才758，然后给你看一下，它出状态真的是很漂亮，蜡质感非常强的。出状态紫红色，蜡质感很强，跟抹了油一样。对，这些都是我今天才拿回来的，这些都是我今天才拿回来。698，应该要整的话我给你整，不整的话我就过掉哈。对，不整的话我就过掉，因为这个品种它的蜡质感是非常强。欢迎我们家小董，欢迎我们家小董哈，小董你那颗肉出掉了，叫你买你不买。听人劝有饭吃哈，听人劝吃饱饭。对，听人劝吃饱饭。那一颗我们家亮亮都是忍了又忍了。我家木姐，你要的话呢，就来这个就行了。到时候你想养大的话，我给你养就可以了哈。我家和平姐，你弄好了没？和姐，你弄好了没？你要想养成母本那种的话呢，咱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哈。像这种的话，想养大，回来4周慢慢的还可以慢慢的垂下来。这个型好看哈。慢慢的垂下来以后，它就是一个照片。有怎么说呢？有丛林，有飘枝，还有悬崖的一颗哈。来这一颗啊，这一颗其实这一颗也好，这两颗都好看，这两颗的型都比较不错的哈。看到没？这个火山。火山石种的肉，你们啊，怎么说呢？有一点哈，它是透气性比较好，还有一点的话呢，它这个下面是不打孔的哈，这个的话呢，它是保水保的也比较好的哈。欢迎我家半拍啊，欢迎半拍。我家小半拍，欢迎我家 Q 小姐姐啊，欢迎 Q 小姐姐。半拍现在有时间了哈，我家萍姐，你那个忙完了哈。这一颗啊，这一颗的话也是个玫瑰夫人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多少现在还都有点缺水哈，还都有一点点缺水。渣子呢？你们等它啊，等它像这种的话呢，等它，现在也就刚覆盆没多久啊，所以的话呢，现在没有干，怎么去浇大水？然后这两天啊，这两天的话把水给它浇上哈。浇上水以后啊，让它胖起来，然后呢，虽然说浇完水以后它不会包，但是它会很精神啊，很精神。包的话，然后后面啊，到秋天慢慢的给它控一下就包起来了哈。然后这个咱就过掉了哈，玫瑰夫人的话咱就暂时先过喽。然后给你们我看一下还有啥哈，看一下今天还回来啥了。啊，回来这些个还都没有上盆嘞。其实你们可以来一个这个啊，来一个这个，看到没？这一颗啊，这是一颗晨露时光的一个捧花，而且你们发现没？
反正我感觉啊，只要是不是火山石种的，我基本上都要脱土拿回来。火山石盆种的话呢，我就不动它了啊，不动它了，因为这种的话，它透气性也好啊，透气性也好，保水性也好啊，它的桩子也是很牛啊，桩子也是很牛的。这个出了颜色呢，它是一个金黄，然后边边的话呢是红色的啊，边边是红色的，出了颜色是一个金黄色。来这个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它是叫晨露时光啊，叫晨露时光。这颗好看，不说别的啊，不说别的，咱出状态的，我看，哦，出状态的两颗我好像都出掉了哈，我的模特好像都出掉了。等会儿啊，来，我让他们啊。我那边还有一颗，好像还有一颗大的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哈。其实你们买的话呢，不一定买那种很大的，买的差不多的就可以哈，差不多的大小就 OK 了。欢迎我家，欢迎我家多多姐啊，欢迎我家多多姐。哎，哦，这里有一颗啊，这里有一颗，这里有一颗大的哈。你们记住了。像这种晨露时光的话呢，它没有砍过的啊，没有砍过的，比较少一点哈。它从没有砍的里边，它再出一个手捧，那就又少一点了啊，那就又少一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的话，晨露时光啊，晨露时光，咱家来的手捧的，基本上，基本上可以说啊，基本上可以说都出掉了哈。晨露时光来的，只要是捧花的，基本上都出掉了。这一颗啊，这一颗的话呢是晨露时光整装没有砍的，冠幅的话应该在50以上哈，冠幅的话呢应该在50以上，我给你们量一下哈，啊有50了啊，这个冠幅有50了，来欢迎我闪光哥啊，欢迎我闪光哥，这一颗就是怎么说呢，养的年头比较长了，咱不管它小崽啊，不管它小崽，它慢慢的话呢会全部都包起来的哈。我家芳心姐姐这一颗是50的冠幅，我给你看一下上面有标价的哈，有标价的1380啊，1380，然后是不带盆的价格，这个盆的话要100多块钱哈，这个盆的话呢100多，50冠幅1380啊，1380的一个晨露时光，整装没有砍啊，整装没有砍。你们有的那个啊，你们看到没，咱这个是有主头的哈，看到没，是有主头的，杆子是在那里的，如果啊你们买那种砍过的话可能会便宜一点，或者那种大水桩的啊，或者大水桩的可能也会便宜一点哈，知道吧，但是像这种啊老桩的它就不便宜了哈。你要的话呢可以来，刚才我给你们看那颗小的嘛，是不是刚才那颗小的比较好哈，我看刚才那颗小的在哪里，刚才那颗小的我记得我还收回来一颗捧花的，我放哪去了，哦，这里还有一颗，看到没，这里还有一颗哈，这个就是我给你们说的无砍的大手捧哈，无砍的一个大手捧晨露时光啊，晨露时光，这个的话到后期控出来颜色啊，颜色咱不管它啊，颜色咱不管它，全部控包了啊，控包了，控成那种大包子型的就好看了，控成包子型的就好看了哈，这一颗啊，这一颗是一颗晨露时光，这个就比那个小一点，但是这个形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形比较好看哈，这个形是比较牛的，看到了吧，这一颗咱就过掉了啊，这一颗你们不喜欢我就过了啊、哦、这边还有好多新货还都没上盆了，今天晚上看有时间就上，没有时间的话就要明天上盆了哈，来咱继续，我给你们看一个啥来，来吧看一个鸟吧，这个鸟的话呢是终于浮盆的哈，这个鸟的话是终于浮盆的，拿回来以后啊，拿回来以后这一颗啊，所有的鸟都浮盆的，就这一颗浮盆比较慢，就这一颗浮盆比较慢哈，不过还好吧，这一颗也已经浮了哈，欢迎我家如梦哥啊，欢迎我如梦哥，欢迎我家亮亮啊，欢迎我家亮亮，这一颗给你们量一下哈，这一颗的冠幅是有28的一个冠幅哈，28的一个冠幅，欢迎陈二姐啊，欢迎陈二姐，28的冠幅整装一体没有砍，然后呢这颗的话我接着跟你们说啊，它是有掐过芯的啊，它是有掐过芯的，不是那种没有砍过的哈，
不能跟你们说是无砍的，我跟你们说无砍的那是忽悠你们了啊，那是忽悠你们了。这一刻的话呢，他是有掐过心，这一刻的话呢，你们我看一下这刻我是多少米拿的啊？这一刻的话给你们880不带盆哈，880不带盆，我跟你们这样说吧，然后如果这一刻如果是没有砍过的，可能要在1756啊，可能差不多要在1756的价格上哈。欢迎婷婷啊，欢迎婷婷，欢迎洋洋，欢迎微微，欢迎我家明天姐姐啊，欢迎明天姐姐。来，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，左上角的关注点一下啊，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。然后呢，你们在欣赏美肉的同时啊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啊，把赞也点一点哈。这一颗是880的一颗粉蓝鸟啊，880的一颗粉蓝鸟。我看你们汤圆的话，这边汤圆还都没有上色，看到没？这些汤圆的话还都没有上色，这些的话先控一控吧啊，控一控，到时候再给你们看。欢迎我家韩姐啊，欢迎我家韩姐。我韩姐，你要不要来一颗那个啥呀？我家韩姐，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是胖哥今天新拿回来的，看到没？这一颗啊，这一颗是新拿回来的哈。这个的话呢，它叫玫瑰。活动扳手好像有，听听去找一下那个木头架子那一块。木头架子。啊。你自来看看吧，就是那个会动的那种。对，会动的那个。或者在我那个滤水过滤器那边那块地上有一个。来看一下啊。我要消停一段时间，咋了我家韩姐？你要消停一段时间啊？买的太多了哈，是因为家里也多是吧？外面寄养的也多哈，没事儿，慢慢看啊，慢慢看，看中了喜欢的咱再下手哈，不喜欢的话呢，咱就忍一忍啊，不喜欢的咱就忍一忍，反正你们知道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多肉啊，它的品种也比较多，它的出了状态啊，出了颜色，它也是不一样的哈。出了颜色出了状态它也是不一样的，你们可能有没有状态的，或者呢你们家里面可能有出了状态的哈，买了好多了，没事我叫韩姐啊，慢慢欣赏，买不买无所谓啊，咱要来直播间里面聊聊天是吧，到时候过来聊聊天，然后呢欣赏欣赏啊，看看我的，然后再看看你的，再看看别人的，是不是欣赏它也是一种那啥消遣的方式哈。这一颗啊，这一颗的话呢是玫瑰夫人啊，出了状态以后是紫红色，而且呢它是蜡质感很强啊，蜡质感很强的。如果家里面啊，家里边那个喜欢啊，家里边你们老公啊喜欢玩手串的，或者喜欢玩那种怎么说呢，那种怎么手串啊，或者那个手办的那些东西。玩着玩着玩包浆了呢，玩了包浆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了啊，就跟这个一样，它出了状态以后呢，它就上面跟了包浆一样的哈。我再接电话哈，你接吗？你接你的哈。然后这个啊，这一颗的话是玫瑰夫人，好看不贵啊，好看不贵，而且这个品种也很好养的，有两颗啊，有两颗，一个这种悬崖飘枝的哈，一个的话是这种悬崖飘枝的。然后二一个的话呢是这一颗，这一颗是属于趴地型的啊，属于趴地型的。然后呢它是用了一个大的火山石花盆哈。火山石花盆这样跟你们说，它是会呼吸的花盆，看到没，给你们喷上点水看一下啊。它是一个会呼吸的花盆，看到没，喷多少水它都能吸收掉的。喷上去多少水它都可以吸收掉。而且的话呢，这种盆的话呢下面咱是不打孔的啊。像这种的话呢，它是保水性也比较好，所以的话呢，这种花盆种出来的肉肉啊，比较健康啊，比较健康。我现在还想多整一点这个，但是没有啊。多想多整一点这个花盆，但是没有啊。我家韩姐那个土的话呢，胖哥我给你发走了啊，给你发了点我自己的土。然后回去以后啊，你如果感觉那个颗粒不够重的话，你可以里边再加一点颗粒哈。然后呢，药的话呢，我今天也都给你们发走了。我家韩姐的、萍姐的、亮哥的啊，药也全部都发走了哈，别放里。来，这一颗啊，这一颗我就过掉了啊，这一颗咱就过掉了。我带你们看一下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这颗，没事儿，不客气哈。
到时候那个土的话你看着，如果不够用的话，到时候你再跟娜娜说哈，你再跟娜娜说，然后到时候我再给你发哈。来吧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个是胖哥在后边养的啊，后边养的，今天刚爆出来的一颗莎莎，莎莎女王啊，莎莎女王，然后一半的肚，一半的坠啊，而且坠的话这边你们看一下，看到没？坠的话呢，这边都是全朵朵的哈，坠的话这边都是全朵朵坠的。这一个啊，这个莎莎女王，我给你们量一下它的冠幅哈。量一下它的冠幅有多大，给你们看一下哈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一个如果换一个大盆的话也是不得了的。这一盆的话有40的冠幅。你们知道莎莎这个品种出了状态也是很粉透的一个颜色哈。很粉很透。我那边有一颗出了差不多半状态的啊。来给你们先欣赏一下这颗。这颗的话呢是一个半状态的。看到没？喷上点水哈，喷上点水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半状态。而且这颗还褪了一点颜色了啊！来欢迎我三哥啊，欢迎三哥，看得到吧？还褪了一点点颜色。如果再没褪色的话，这个它会更鲜啊，更鲜。这个是出了状态的莎莎，然后呢，刚才给你们看的那颗呢是没有出状态的一个莎莎坠啊，没有出状态的一个莎莎坠。来给你们看一下这颗啊，看一下这颗，这是一颗莎莎女王的一个坠化啊，莎莎女王的一个坠，有朵有坠，而且这个坠的话呢，也现在在开朵了，看到没？坠化的话，这边也在开朵哈。这颗啊，这颗，这颗你们啊，如果爱的话呢，可以询个价格啊，可以询个价格。如果你们感觉这个暂时还不爱，那就胖哥再养养颜色啊，就再养养颜色。等养出来颜色的话呢，你们询价格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报哈。莎莎女王啊，莎莎女王，然后你们看啊，你们看还想看啥跟胖哥说啊，你们想欣赏哪个品种跟可以告诉我，我来带你们啊，我来带你们看看一下叶片，粉粉嫩嫩的哈，粉粉嫩嫩，全木质化老桩啊，全木质化老桩，我给你们看一眼它的桩子哈，等一下我慢慢的扒开哈。然后的话呢，这里边的这些个崽子都是它新爆出来的哈，都是新爆出来的。现在下面还有，看到没？现在下面还有崽子哈。这一颗是比较大的一颗粉兔了，也是比较肥、比较胖，颜色还没有啊，颜色还没有上到它的全状态。但是这个家人们，咱不用去管它的颜色不颜色，现在哈，现在的话呢，咱关心的是啥？关心的是这个型你们喜不喜欢？桩子够不够老啊，桩子够不够老，这颗控的怎么样哈，知道吗？咱现在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哈。这一颗啊，这一颗我记得有插排，我看一下是多少米的哈。这一颗是1680啊还是多少我忘了。插排呢，插排也找不到了，我记得好像是1680的哈。你找老婆为啥不找胖乎乎的？我家三哥怎么说呢，那个找老婆啊，找老婆有一句话在我们北方来这说怎么说来着嘞？怎么说来着嘞？我忘了，我忘记了哈，我忘记了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一颗啊，这一颗，这一颗的话呢，它是粉兔啊，这一颗它是粉兔。然后我记得是1680啊，1680不带盆的啊，不带盆的。欢迎我家麦西姐姐啊，欢迎我家麦西姐姐。我家三哥有句话我跟你说，你这一说的话，我其实那句话我会说的，你这一说整得我说不出来了啊，整得我给说不出来了。看一下这颗啊，看一下这颗，这一颗是白天鹅啊，这一颗是白天鹅。云南待久了，在云南待了快十年了，在云南待了快十年了。然后云南还是云南这边的天气比较好一点，就是白天的话呢在棚里边有点热啊，就是白天在棚里面有点热，没办法了哈。
没有，那怎么可能？那永远不可能的哈，是不是三哥？那永远不可能的。家的话呢，就是家哈，是不是？那个出生的地方啊，出生的地方那是永远变不了的哈，那是永远不可能变的哈。来吧，咱继续了啊，继续了，看一下你们还有什么看的没？如果没有啥看的话呢，咱今天的话呢就到这里了，因为今天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哈，播的时间呢有点长了，所以的话呢，今天咱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咱明天早晨啊，明天早晨不见不散啊，不见不散。来，欢迎我家啊，我家三哥啊，我家三哥，我家亮哥有点饿了，没饿，这才几点？我们吃饭比较晚啊。我家萍姐、东西姐啊，我家半拍，我家亮、三哥，咱明天见啊，明天。